行吗？哎呦，不用装了，不用装了，不用解释了，不用解释了，好戏看了，好戏看了。哎，这样你醒了？啊，对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我这个弄来修一个猪圈。哦。哎，你鞋子呢？我昨天把那个鞋子放在我那个床底下的，我今天早上看找半天都没有找到。找不到了吗？对。哎，你这个，哦，等一下。嗯。哎，奶奶，这个鞋子，啊，这样不好意思。哎。这个鞋子，这个被小孩子弄湿了。没事没事，小孩子嘛，毕竟这，哦，他也不懂嘛，好吧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那给我吧，我穿一下我就回去了。这个穿不了了，这样子我拿一个拖鞋。那个，来，你先穿着。嗯，那你先穿着吧。谢谢哈，不，没事了。那个美信，我就先回去了、哎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那个这样，你等一下、哎，你昨天晚上都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吃不完，你拿回去吧。没关系的，我既然买了，我就不希望我能收回去。而且你这个鞋子也没干。我你等一下拿回去晒一下就行了，行不行？不行的，你一定要吃了饭，你都没吃一顿好的。没关系，以后呢会有机会去吃的。今天呢我就先走了，我还有事情，改天我再来看你们好不好？可是那个没关系的哈、啊，没关系，不是，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你是来你家的？哦，对，哦，你个懒的。那个阿姨，你不用误会啊。美信呢，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要不然都是误会。不是啊，那个。对呀、啊，不是，你先看，看，看，你看，人家要走，你不愿意跟他走，你看，你看。不是二婶，你误会了，是这样子的，二婶，就是昨天我孩子弄丢了，是真阳哥把他找到了，还好心的把我们送回来。而且他住在这里是因为他的车子坏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暂时跟老公分开的，你看。那个阿姨啊。咱饭可以乱吃，但是呢，咱那个话不能乱讲，好不好？行吗？哎呦，不用装了，不用装了，不用解释了，不用解释了，好戏看了，好戏看了。哎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什么？哎呦，那个，那个美信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我就先走了。不是这样，嗯，我能不能请求你一件事情？哦，你说。嗯，就是你刚刚也看到我二婶那样子了、嗯，她肯定是去叫人来看我笑话了。嗯。我这样子，我害怕对小孩子以后的成长不好，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我孩子？不是，关键我是一个男的，我怎么带他呢？他很乖的，来，小思睿过来。啊。他很乖的。那行吧，那你自己等一下好好给他们解释，别那个就是说太多好不好，我不在这里呢也好、啊、好吧好、那个、那你帮我照看一下，那我就带他先走。不是、啊、你等一下，这个这有一些钱你们拿回去路上买一点吃的。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会给他买的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一定要拿着，你不拿着不好、啊、不用不用不用，那我那我带他。妹妹小思睿，你一定要听叔叔的话，然后我很快就会找你，好不好？那个美信，那个你们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那你等一下给他好好讲，好吧？什么事情？我不在这里了，他们也不会讲，好吧？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好好，我就先走了，好，哎，我行。